大家好，我哋系纪乐警大队。咁啊，我哋每一个人都系警察嚟嘅。今次咧好开心，以警察团契嘅名义去参加。我用我哋嘅诗歌啦，用我哋嘅赞美咧，去分享信仰，分享我哋嘅经历啊，侍奉。咁我哋每一个人咧都受过好严格训练啦。咁但系喺生命喺信仰当中咧，都经历好多嘅冲击、黑暗。尤其是呢两年啦，咁我哋见到好多暴力、仇恨，即系甚至乎威胁到自己嘅人身安全，咁都有问过，究竟我哋可唔可以做好呢个城市嘅守护者嘅？不过咧，好感恩啊！神让我哋咧喺艰难之中去经历佢嘅恩典、平安同埋盼望。我哋虽然行过咗死荫嘅幽谷，亦都真系流咗好多好多嘅眼泪。但是经历这一切之后呢，反而令我们更加认定了神给我们的使命和他在我们生命里面的计划。我们除了要做一个好警察，我们也要将平安和盼望带给我们身边的人，当然包括了我们警队的同袍。那这首立志摆上呢，就正好代表了我们的心声。我们真的很希望经历了神的大爱之后，我们都立志摆上效法基督，传扬福音，希望可以以爱和公义去守护香港。